啊，用文字，用演说，啊，演说我们用网络，大概将近20年了，用问心呢也有10年了，所以这个产生很大的影响，啊，这个道场很小，啊，覆盖的面积是全世界，啊，都能够收看到我们的这个每一天分享的信息，啊，那么这些也都是老师教的，啊，我26岁开始接触的佛法，老师就告诉我，的电视那时候电视黑白电视，没有彩色的，啊，61年前，啊，就提醒我，这个东西可以救世界，也可以毁灭世界，啊，这个工具没有善恶，播放的内容有善恶，要我特别小心谨慎，啊，将来弘扬佛法要懂得利用这个工具，啊，我们也没想到，哎，居然到晚年的时候用上了，啊，产生很殊胜的效果。